拿着美式做了个美式大乱啊！这过年6块钱的配送费，只为出个美式大乱，怎么样啊？一个美式，这次喝这么贵的咖啡啊？对，还不是为了美式大乱。哎，啊，我大乱不刷吧？不刷吧？那可以告诉我们你平时的站位？就是不刷吧，随便站前脚。随便站前脚。对，是一个。你站两个很夸张的位置。一般不会这么站。一般不会这么站。这样站，你坐一个原地的。那再站一个前面的，我看看。正常这样站。正常这样站，正常这样站。哦，也可以。那前脚不刷完，那后脚你是怎么抠的呀？后脚就往里面抠啊。往里面抠。哦，前屁股，哦，前屁股这么踢。那来一个滑行的吧。家人们过年学起来。